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115面，115面，第五行。第二句看起，如上十愿，愿愿皆悦，我此大愿，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于意业，无有疲厌。这一段经文，普贤菩萨在发愿的时候，每一愿都是用这几句话了来做总结啊。这个地方所说的我此大愿，在第一段呢，就是礼敬诸佛；在第二愿呢，就是称赞如来啊，一直到第十愿普皆回向啊，每一愿无有穷尽啊，与变法界相应。正如贤首过思还原观里面三种周边，第一种周边法界啊，在还原观里面告诉我们，他那个是讲波动啊，极其微细快速的波动，每一个波动立刻都周边法界，这个速度无法想象啊，决定不是现在所说的光速啊，电磁波的速度没有办法跟它相比啊，太阳的光从太阳照到地球还要8分多钟啊，自性里面的波动才动啊，它就周边法界了。这是三种周边的第一种。那么普贤菩萨的愿也是一种波动，无论是有意或者是无意，无论是善愿或者是恶念，都同样的一个道理啊，所以这个事情不是假的，是真的啊。普贤菩萨总结的这几句话，事出是法，一切法无不如是啊，有情有念头啊，念头这个动是波动现象啊，无情众生在物质上，物质有没有波动？有。现在我们总算是搞明白了，没有波动它就不存在，
啊，一定要波动它才存在。啊，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啊，电影是一张一张幻灯片，以快速啊通过镜头，让我们在荧幕上看到幻象，啊，以为它在有动作，实际上没有，啊，张张都是独立的幻灯片。它要是不动呢？不动它就停止了。啊，它要没有了，没有了，它就荧幕上一片空白，就这个现象。啊，我们今天六根能够接触外面六尘境界，那是波动的相续相。啊，科学家还加了一句话：意念累积，连续的现象。啊，意念累积，意念累积是物质，所以物质它有波动现象。啊，它那个波要是不动了，这物质就没有了，就不存在了。啊，那么这些波动现象啊，都是周边法界。啊，立刻就周边法界。啊，我们现在科学还没有能够应用到这种波动现象来传递信息，啊，那个传递就太快了，啊，不是光跟电呢所能够比拟的。所以这一句话是真的，它不是比喻话，啊。与法界相应。第二句呢，念念相续，这就是我们现在讲与时间相应。啊，时间存不存在？念念相续，时间这个形态它就存在。如果念念一念不相续，时间就没有了。啊，时间就断了。啊。所以时间也是从念念相续里面产生的幻象，无有间断的，这是与自性相应。啊，自性不生不灭，啊，没有间断的，啊。不过在此地前面讲的这两句是自性这个波动的状态，啊，自性实在它不动，这个波动状态不是真的，啊，它让自性产生了影响，啊，但是自性呢，确实没有间断，啊，自性没有改变，啊，下面生于意业。这是与三业相应，啊，每一运与法界相应，与时间相应，与自性相应，与身与意三业相应，无有疲业，啊，自性法而如是。这是普贤菩萨为我们做出的修行典范，啊，修行的样子，啊，这是给谁做榜样呢？都是给的化身菩萨，啊，我们在华严经啊，最后这一品普贤菩萨行愿品，啊，这一品它的
具足的品题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不思议境界是所入，那就是回归自信了。普贤行愿是能入。唯有修普贤行愿，才能入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净宗里面所说的常寂光净土。这个四句加上末后的无有疲厌这五句是普贤菩萨为我们形容常寂光的。常寂光有作用，不是没有作用。众生有感，常寂光就现象。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下面一段行愿品里面有这几句话。行愿品佛云，就是又说，若人诵此愿者，这底下有省略，世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了，一切诸根悉皆败坏。这是说这个人常常读诵行愿品。行愿品全经很长，它有40卷。古无大德为了便利行人修学，这个行人就是佛门弟子，依照这个经教来修行的人，特别了将这一卷提出来，单独流通，就是让一般人呢容易学习，这是清凉大师做的，他老人家为我们念出这个最后一句，我们一般人讲普贤菩萨行愿品多半都是讲最后这一句，宗密大师给他做了详细的注解，那就是普贤行愿品别行所超，因为它不是全经，它是全经最后一卷，40卷最后一卷，这一卷特别重要，这一卷就是这个经典里面常讲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这一卷导归极乐，也就是善财童子53参呢，最后参访普贤菩萨。普贤菩萨送他到极乐世界呀！无比的殊胜。说依照这个法门修行的人，这个地方讲的是读诵对着经本叫读，不对经本叫诵，诵是背诵，念得很熟了，这一卷经文可以背诵，读也好，
背也好，不能不结精义。那精有四种啊，教理行果啊，这个文字言说这是教啊，教里头有理有道理，那个理不能不明了啊，明了那叫解啊，你明了这个道理，解了之后啊，你要能行啊。啊，这十大愿望都是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改变我们一切错误的心态，这是第一个。你能说人不傲慢吗？啊，傲慢的烦恼与生俱来，不是学来的。一念不绝，阿赖耶就出现了。啊，八个识，五十一心所，精神现象。啊，第八阿赖耶是迷惑的根本。啊，三细相啊。啊，从阿赖耶就变现出摩那。啊，摩那第七识。从第七识又变现出第六识啊，第六识意识，第七梵语叫摩那啊，翻成中国历史叫染物识啊，它不干净啊，它执着啊，摩那是四大烦恼常相随也。这与生俱来的啊，四大烦恼，第一个我见，就是执着有个我，还没有生，还不是执着生啊，执着有个我。啊，有我这才找身体，这投胎找身体啊，六道里头就找身体。我见之外有我爱啊，我爱是贪呐 啊我慢，你看这个傲慢，我慢是嗔恚也，我痴，看贪嗔痴叫三毒烦恼啊，什么时候有的？意念不绝就有了啊，虽然有，没有我们现在这么严重啊，我们现在这个贪嗔痴太严重了啊，感得许许多多的灾难出现了啊，因为没有转识成智的都用八识嘛。那我们晓得四圣法界里面佛菩萨还是用八识，既然用八识，我们就知道啊，我见，我爱，我慢，我痴，当然有
啊，但是它很轻微，啊，很细微，叫四生法界有。粗重的在六道，啊，在六道就变成见思烦恼了。啊，佛经上说的微细呀，啊，三界，88品见惑，81品思惑，就是这个东西变现出来的。啊，所以我们要承认，没有能够转80成四智。我慢有啊，啊，不好断呐，啊。化身菩萨，他断了，断了还有习气。啊，这个我们在学华严的时候讨论的很多。习气要完全断掉，经上告诉我们，要经过3个阿僧祇劫。阿僧祇是大劫啊，3个阿僧祇，阿僧数目字很大了，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习气就没有。习气没有了，我们就晓得了，十报土就没有了。十报土是习气变的啊，真的无明没断啊，还有一品无明没断，它在十法界，它不在十报土啊，必须这一品无明断掉了，真断了，这才能超越十法界啊！他住十宝庄严土啊，住佛如来的十宝土啊，也就是自己的十宝庄严土啊，在那个境界里头，自他不二啊！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没有。啊，我们趁这个地方啊，也趁它做一真法界。啊，它是真的，十法界是假的，啊，六道就更不必说了。啊，这些经教，我们必须要常常学习。啊，要读诵，要听闻，要解义。啊，要常常思维，思维就做惯了。啊，把它变成我们一种宇宙人生观。啊，这是最正确的宇宙人生观。啊，没有丝毫错误啊。啊，诸佛如来的宇宙人生观呢，啊，我们也能够入其境界。这叫真正修行。啊，平常常作如是观，实在讲呢，这种观就是贤首大师还原观上这5个条目啊。贤一体，其二用，是三变啊，后面四德、五执、六观啊。那么这个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最后是讲断气啊，气断。
神识离开身体了。这个时候，一切诸根皆悉散坏，这是什么？身体。六根不起作用了，眼不能见了，耳不能听了，一切诸根就是六根，六根作用失掉了。为什么？是离开了。你的心里面阿赖耶离开了，摩那离开了，意识离开了，前五识也离开了，离开这个身体。识存不存在呢？存在，它离开它存在，这就是我们世俗里讲的灵魂。灵魂离开身体，人没有死的时候，灵魂会不会离开身体？偶尔也有，叫灵魂出窍。他身体没有坏，他还有呼吸，但是灵魂呢，短暂离开身体，那它起的作用就比我们平常能力大了，离开身体，好像飘在空中了，它能看到自己的身体，也能看到周边一切人的动作。所以灵魂可以离开身体。我们做梦，梦是灵魂在起作用啊，不是身体，灵魂在起作用啊。说灵魂，这是有个误会，魂有，它决定不灵，它要灵就好了，它不灵。所以孔子他不说灵魂，他叫游魂。你看《易经》里头，清气为无，游魂为变。这用游魂说得好，那是孔老夫子不是不知道啊。因为魂的活动速度很快，它极不稳定，就像我们念头一样。前念灭，后念生，一个接一个，它是这种状态，所以称游魂是正确的，它不聪明，真的是灵的话，它怎么会到三窝道去投胎呢？没有这个道理嘛，到三窝道投胎还不是迷糊颠倒去的。误以为是好境界，去了以后上当了，就出不来了，总是这种情形多。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六道是个界限，修行修得好，他能到天道，能到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就是出离不了六道。修行到一定的功夫，真的有一点觉悟了，不是大彻大悟。在佛法里面，他真的有觉悟，他就脱离六道了。脱离六道了，我们就不叫他做灵魂了，一般称他为灵性。这个称法也是正确的，灵性。
灵性是真正的自己啊。啊，我们称灵性一般都是在四圣法界啊，不是六道。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人在临死的这一刹那，这一刹那是非常关键的时候啊，所以临终助念呢非常有道理啊。啊，六根坏了，不起作用的，一切亲属悉皆舍利。啊，你的家亲眷属跟你要告别了，也就是你们在一起相聚的缘分尽了。啊，以后还能不能相续呢？那要看缘分。有时候缘分在这个时候就尽了。啊，所以人要觉悟啊。人与人的关系，佛讲得很好，四种缘呢、啊。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都有终了的时候，这个缘没有了。见面都不认识啊，所以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的。我们到这个世间来，跟这些人的关系是这四种缘分。学佛之后了，明白了，觉悟了，要把这四种缘转变成法缘，这就好了。啊，转变成法缘呢，那是自度度他了。将来你成佛了，这些有缘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啊，散聚在变法界、虚空界，啊，他有苦难，他有祈求。那个波啊，你就会接受到。那、啊、跟你有缘，有缘吗？啊，你接受到之后啊，肯定立刻就有应。啊，感应道交啊，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啊，你会去帮助他。啊，感应。佛经上讲得很清楚，有四种不同的形态啊，显感显应，敏感敏应啊，显感敏应，敏感显应，这四种不同的形态啊，我们在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啊，跟诸佛菩萨结缘呢多啊，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啊，心里面口里面求佛菩萨加持，求佛菩萨保佑啊，佛菩萨加不加持呢？加。加有时候没有感觉到，那是冥冥当中加持你，你是显明显的求佛菩萨，佛菩萨暗中保佑你。学佛有一定啊，在这个教理上有一定的程度啊，理解的程度，你能够信得过。啊，初学很难，初学的时候
显应，哎呀，他知道，明应他不知道。啊，他说不灵，绝对不是不灵。啊，那么菩萨的应为什么不完全是显应，还有明应？这一点我们知道，诸佛菩萨来应，他没有起心动念呐，他没有分别执着啊。他要起心动念，他就变成凡夫了。啊，他不会退转，永远住在常寂光。常寂光在哪里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所以感应道教即在当下了。啊，佛菩萨是显还是明应，通通在我们自己的念头啊，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心态。啊，所以经上讲的好啊，你看，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不是随佛菩萨的意思，佛菩萨没有意思。啊，这个地方这个一切亲属悉皆舍利。啊，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头要觉悟，亲属是过去生中结的缘。学佛之后，这个亲属就要用智慧的方法来把它改变成法眷属啊。这就对了。如果是情执很深，对我们的修行就产生一定的障碍，不但障碍你正果，障碍你往生啊，连经教的义理都被他障碍了。被他障碍说你错解了。啊，不是如来真实义。啊，如来真实义那是信得了。啊，自信里头自然地流露啊。你一起心动念就把它扭曲了。啊，所以这亲属要不要做出那种亲爱的样子呢？要。为什么？是为了教化了愚昧的众生，教他伦理，教他道德了，让他活在这个世间呢，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啊，幸福美满的人生，给他这个，那佛菩萨就得做出样子，只要给他看，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做出来。啊，这个是世间和谐稳定。啊，互助合作德行的一个基础。啊，佛菩萨教这一类众生就必须要这样做，要表演做出来。啊，要真的有那个感情，那是凡夫。
啊，菩萨做的表那个表演，就像舞台表演一样的，表演的非常逼真呐、啊，你看不出破绽的、啊。啊，但明眼人才能看得清楚，一般人看不清楚啊。啊，他表演的非常逼真呐、啊。啊，他才能感化众生，啊，才能教忠教孝啊，啊，教廉教耻啊，啊，他才能教众生呐、啊，是这么个意思啊。啊，实际上呢，实际上他们的心就跟经上讲的，永远是清净平等觉。啊，这我们要知道。知道我们就会学，啊，学就是修学嘛，啊，我们才能够学得相。那、啊、从事上呢，哎，相六道凡夫；从理上呢，相一真法界。那两面都相，这是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呐、啊。哎，你看头一个。世间人难舍的是亲情，把它放在前面。那么其次再看，一切威势啊，悉皆退失。啊，你在世间有势力，威势权力，你有权，你有势，这做大官的。啊，你走的时候一样都带不走啊！啊，你的爵位带不走，你的权力带不走，你的威势带不走。啊，这告诉你假的吗？亲情是假的，威势也是假的。相夫福相大臣，功臣内外，相马车身，珍宝富藏。你做的是帝王啊，你下面的有宰相，有大臣，啊，你有宫殿，有紫禁城，啊，你在世间享受你的福报啊，像马车身是你的交通工具，啊，珍宝富藏。是你收藏的这些珍宝啊，如是一切无福相随，没有一样东西你带得去。这些话告诉我们，真正觉悟了，真正明白了。我们就应当明了，能带得去的，这上要用心的。凡是带不去的，不要在这一方面去作意。啊，你在这里面留意，你就错了，错用了心的。啊，一样都带不去啊！啊，所以古人教儿女，教他什么？积功累德，给子孙呢。啊，这世间一切财富不要给他了，
他的儿孙是好儿孙。为什么呢？他懂得修福，他将来前途无量，祖宗有德啊，自己知道修福啊，祖宗的德行呢保佑他了，这是对的。遗留下给他的财物，如果是不孝的子孙，很快就败失了。啊，他得来的太容易，不知道珍惜。啊，轻易就败坏了。啊，这是古今中外的例子很多很多。啊，历史上的记载，这些资讯太丰富了。啊，一定要觉悟。啊，这带不去的。说为此愿王不相协力，这你带着走的啊，带着走的是这十愿，这个东西你能带走啊，这个十愿是信的啊，自信里都本有的，迷失了自信，疏忽了啊，思想心性都跟性德相违背了啊，那我们知道错了，现在要把性德找回来啊，做错的事情要回头是岸前面，普贤菩萨教导我们常随佛学，这句话重要。释迦牟尼佛一生为我们所实现的是什么？他老人家实现的就是回头是岸，即无比的功，累无比的大德。啊，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释迦牟尼佛没有给钱给这众生，也没有给这些物资给众生。释迦牟尼佛给众生什么？帮助众生觉悟。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用什么方法呢？用教学，用示范，身心言教啊！啊，身体做出来给你看，啊，口说给你听，让你明了，让你觉悟，为什么？无量无边的苦都是从迷里头生的啊，迷了你就想错了，看错了，说错了，做错了，那你的果报怎么会好呢？啊，果报就是六道轮回啊。
啊，唯有真正觉悟，真正明白了，宇宙怎么回事情，人生怎么回事情，我从哪里来，将来到哪里去，全搞明白了，他自在了。他不迷了，他不迷，他所想的没错，所说的没错，所做的没错。啊，他天天在累积功德，他天天在累积福德，啊，福慧双修啊，这才能解决问题啊！啊，释迦牟尼佛帮助人解决问题，是从根本上解决，不是枝叶。啊，即使讲求，前面我们这讲的很多，在讲些里头。啊，我们想求财富。啊，想求聪明智慧，想求健康长寿，这佛教你啊，你只要依照他的理论方法去做，决定得到，这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不是求不到啊，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样求不到的，这真不可思议啊！啊，这种求得大自在啊！啊，你看心理上一点负担都没有，不要操心啊！啊，求财，财滚滚而来。啊，但是也有智慧，如果没有智慧，在财上起了贪心，这财不少东西了，财带给你是罪业。那就错了嘛。啊，所以佛法自始至终啊，把智慧摆在第一位。啊，有智，哪有没有财的道理呢？有财未必有智慧，有智慧一定有财。啊，所以你细心观察，事出世间。只有佛的慈悲是真实的。啊，依照这个十愿修。啊，我们一生没有一样不得如愿。享受自己真实的果报啊！啊，这个愿王，你看，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十愿要具足。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啊！啊，道义即见阿弥陀佛，见报身佛。啊，他不是在有余土，不是在同居土。啊，他在十报庄严土见报身佛，其人。自见生莲花中，蒙佛受记。你说这个多快呀、啊！等于说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见面就成佛了，佛就给他受记了。啊，得受记已，受记就是成佛。
经语无数百千万亿诺由他界，这是讲世间。普语设法不可说，不可说世间，这是说处所。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而为利益就是应所之量啊！你就到十方世界去教化众生了。教化众生。那就像观音文殊普贤一样，应以佛身得度，你就现佛身；应以菩萨身得度，你就现菩萨身。随众生心，现相。现种种不同的相啊，能在同时，在不同的处所，现无量无边身。众生的根性，应化的这些佛菩萨。一定跟他的根性呢完全相应，自然相应，对，信德有这么大的能量啊！所说的法了，自然相应，众生一接触一听闻就开悟。没有这样的能力，怎么能度众生？所以修十大愿望，往生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自信里头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恢复了。这真正是菩萨成佛的捷径呢。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呀！戒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救苦救难要救到底呀，不能只救一半呢。把这些人送到西方极乐世界，个个都圆满了。那么送到西方极乐世界，理论、方法都在这一部经上。这一部经我们不要忘记。算是经文头一句话，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这一句话可太重要了。所以魏墨生居士，这是前清咸丰年间人，他有无量寿经的汇集文，也是他将普贤菩萨行愿品这一卷经列在净土三经的后面，号称净土四经。将来诸位同修有看到净土四经的，你就晓四经是什么。是魏墨生把行愿品加进去了，有道理啊！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吗？真有道理啊！
到民国初年，印光大师，这是我们近代净土宗的一位祖师，他老人家把《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一章经不长，只有244个字，比《般若心经》还短，《般若心经》是260个字。244个字附在净土四经后面，就是现在所称的净土五经。要知道净土原本只有三经，这个第四是慧默生居士家的，第五印光大师家的。我们想想还能不能加呢？不能加了，圆满了。那你再想什么都加不上了，它圆满了。末法时期这个9000年呢，净土其一切众生的根基。这五部经能普度一切众生，帮助大家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五部完全受持很好，其实五部也不很长，这个净宗经论里头最长的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你像大势至圆通章只有244个字，那也叫一部。很适合末法人的根性呢。要用中国的话来说，净宗经论确实简要详明。简单扼要，他也详细也明白，最适合现在以及往后大众的修学。又其中第十愿，普界回向。显普，把这个普字显示出来了。从初第一愿离尽，乃至第九愿恒顺众生，这都是显的显字。普贤菩萨的德号，故知十种大愿显普贤意也。贤在数穷三际，普在圆摄无余。我们讲横遍十方闲时说的时间呢，过去现在未来。普是讲的十方，四方四维上下全都包括了。所以清凉书里面说，古无不穷越普，不舍阴门越显，正显经中普显，即为后普显。这两句话解释普显呢，
解释到究竟。国无不穷，穷是到了极处了。啊，我们讲究竟圆满。啊，那是什么呢？还原观上讲的一体二用三变，故无不穷啊！啊，最难得的是不舍因门，啊，因门是什么呢？四德、五执、六观。那还原观上讲的因门呢？已经成佛了，早就证妙觉位了，啊，还到人间来示现，啊，示现什么？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示现初学，示现小乘，啊，众生是什么样的根性？随着众生根性示现，才能够戒引一切众生，才能够满足不同根性众生的需求。啊，诸佛如来没有丝毫自己的意思，这叫恒顺众生呐。啊，有一点自己的意思在里面，不恒顺。啊，恒顺的是真舍智慧。善巧方便。啊，无尽的神通道理。啊，凡夫不知道。啊，这真贤师经中普贤就是本经所说的，华严经上所讲的普贤，他是什么地位啊？叫位后普贤。这个位是成佛了，妙觉位也。啊，证得妙觉位，好像他又退到菩萨位置上来帮助众生。啊，这为什么？佛法是四道，这个我们要知道。老师高高在上啊，学生对老师敬畏之心的，又敬重又害怕了。啊，教这些学生呢不太方便呢。啊，那老师怎么样？老师再换一个身份，同学的身份。哦，同学身份就随便多了，什么话也敢讲了。啊，那就好教了嘛。所以佛教众生呢，他不用佛的身份，退到菩萨的身份，这叫位后普贤。以及善导大师所谓从果向因之相，你看他本来已经证果了，他现在回到因地啊，果是佛了，因是菩萨了，他用菩萨的身份
应化在世间。啊，什么样的菩萨呢？给诸位说，多半都是实性位的菩萨，位置不高啊。啊，实性跟我们的距离很近。啊，教的教材呢，也很浅显的教材，啊，我们能接受啊。能听得懂啊，也真能做得到啊，这是好老师啊。现在在这个时代，圣教衰微了，一般大众，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不需要了。啊，你要拿着这个大乘甚深的典籍来教他，他根本就听不懂。纵然懂了，跟他的生活完全脱了节，他用不上。啊，这是说什么呢？经教不切机呀，切理。啊，理上讲没错。众生不是这个根基啊，华严法华楞严，这是研究所里面的教材啊。现在众生是什么根基？小学根基。你拿研究所的教材去教小学，他怎么能接受？这叫做切理不切机。现在一般学校里面所教的一些教材啊，年轻人学习很多啊，啊，中学、小学、大学，你看他教些什么？学的人那么多啊，这种教材在佛法说呢，切机不切理啊，他跟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完全脱节了。他能学习一点公益，能够在社会上谋生，他不会做人。啊，做人的教育他没有学过，做事的教育他学的不少。我们生在这个时代，遇到是这样的根性，我们要明了啊，明了之后才晓得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们啊。既切机是又切理啊，所以在这个时代，下莲居老居士出现了，这不是偶然的啊！把无量寿经重新汇集整理一个善本啊，这个善本是集五种原以本之大乘啊，过去也有人做，做得有缺陷，不圆满。啊，头一次是宋朝，王龙书居士做的。第二次是魏默生做的。啊，清朝咸丰年间。啊，民国初年夏老居士第三次汇集。
都不是普通人呐、都是菩萨在作六啊，在示现给我们看呐、黄念祖老居士给我们做的注解，这个用意很深很深。为什么？末法还有九千年，这九千年净土当机呀、那这九千年需要佛法，需要什么佛法？就需要这部经。需要无量寿的佛法。我们也是明白这个事实真相。所以这一次我们选讲，大家在一起学习，就选黄念老的这个注解。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这些东西能流传给后世，给后人做参考，帮助他们学习，帮助他们建立信心、愿力、依教奉献，往生净土啊！这目的在此地啊。下面又普贤记曰。普贤菩萨的偈子，我即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此大愿，普愿成立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这一首偈，是皆普贤自言，普贤菩萨自己说的。我即往生极乐国矣，成就所发的十种大愿。换一句话说，十种大愿圆满，极乐世界现前。为什么？极乐世界就是这十种大愿建立的。阿弥陀佛因中所发的四十八愿，你跟普贤菩萨十愿对比一下，完全相应。换一句话说，普贤十愿一展开，就是弥陀的四十八愿，弥陀四十八愿浓缩了，就是普贤十愿。所以十愿修行圆满，极乐世界自然现前。什么原因？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十愿是因呐。极乐世界是果，因缘果当然就满了吗？满足了吗？就这么个道理。难得的是末后两句，普愿成立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这回向后面有乃以殊胜行愿功德，借习回向众生同生极乐。菩萨示现在世间，
把这个十愿做到了，啊，做出来给我们看了，用意是什么？用意是影响娑婆世界众生，劝他们效法，啊，时时刻刻在提醒，时时刻刻在诱导，是这个意思。因为普贤菩萨，他早就成佛了，他早就修行圆满了，啊，道家慈航，啊，到这个世间来，啊，应化跟我们的身份相同，啊，见识相同。啊，让我们看到他肯修，他修成功了，啊，我们会以他为榜样，以他为典型，他能修得成功，我想我一定也能修得成功。慈悲到了基础啊，学会之后，啊，真正普贤之德从自己内心里面流露出来了，那我们这一生当中，点点滴滴的善行都不为自己，都会回向给法界众生，愿一切众生同生极乐。这个大愿不但跟普贤相应，跟阿弥陀佛圆满相应，啊，念念没有自己啊，只有一切众生啊，啊，普皆回向，乃成普义。啊，普字这个意思成就了。弥陀四十八愿，是一切众生是普皆回向之本源呢。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普皆回向啊，就是阿弥陀佛普度一切众生。借证究竟圆满佛果的本愿，啊，所以普贤菩萨十愿到最后的用普皆回向圆满，啊，黄老这点指出的好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圆满。所以普皆啊，这个是普贤十大愿望，正是弥陀大愿之第五十三啊，五十三愿的广也。五十三愿是一生不处愿，啊，他的愿文这个全揭露在此地。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借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在此地不说。
啊，到下面第六品里面啊，我们会读到这段经文，再详细的讲解。由此可见，慧中慎重啊，多是曾生极乐，披红石铠，游化十方啊，诸佛弘化。这几句话说得好啊！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灵山讲这部经，啊，这一部经是跟《法华经》同在一个地方讲的，啊，《法华经》在灵鹫山讲的，这个经呢也是在灵鹫山讲的。啊，同一个地方。啊，听众呢也跟《法华经》一样。啊，大比丘众12000人聚。啊，跟其他法会不一样，其他法会里都记载的，1250人。啊，这个经是12000人。这些大众当中有很多都是已经往生极乐世界，哎，又来了，释迦牟尼佛在此地教化众生，他们又回来了。啊，为什么回来呢？哎，就是这35愿嘛。啊，他本愿嘛，为众生故嘛。啊，跟这个世界众生特别有缘分。他自己还没有证到等觉，他就回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这样的人很多啊。啊，出家人里头有。在家里头的人更多啊，在家度众生更方便嘛。啊，变成你的家亲眷属朋友来度你啊，帮助你对净宗法门升起信心啊，帮助你了解经义，义教修行，帮助你行普贤道，就是行十大愿望。啊，净宗学院成立，这个过程前面跟诸位啊略略的报告过。啊，可是我们净宗学院的缘起是在美国加州圣何西那个地方写成的。啊，在一个小镇啊，库伯蒂诺，那个时候我住在那边。啊，写出这个净宗学会的缘起。啊，缘起里面我们列了5个科目啊，修净土的人一定要认真学习，要把它落实啊。这5个科目，净业三福、六合敬啊、戒定慧三学、六波罗蜜、普贤十愿，这5个科目啊。
时间过得很快呀，20多年过去了，有没有成效呢？好像成效不彰啊。在家同学没有能够落实十善业道，出家同学没能够落实沙弥律仪。这样往生有问题 我们也认真去反省。为什么古人那么容易做到，现在人为什么这么困难做不到啊？原因何在？我们也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这个问题，得到结果了。我们这一代的人，没有受到扎根教育。所以十善业做不到。于是我们就想起来了，中国传统教育里头的扎根教育，它扎的什么根呢？儒释道的三个根。儒的根是什么呢？伦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些德目，在过去儿童时代非常认真学习，没有文字父母教你。你家里面的长辈教你，亲戚朋友教你，甚至于陌生人、不认识的人，看到你犯了规矩，都会指责你，都会教你。从小就养成。小孩看多了，听多了，真是所谓耳濡目染了，成了习惯了。自己做错事情，别人一指责，服了，低着头不敢讲话。我们想到这个问题。想到满清亡国之后，我们的社会就动荡不安了。一直到现在没有安定下来。扎根教育普遍疏忽了，不但看不到了，听都不听，都没人讲了。这个很可怕所以当许多人在一起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才认真提出儒释道的三个根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确实在过去一个时期
啊，中国人从小都懂得这三个根，都受过这个教育，所以学佛很容易啊。啊，展开经本看起来，善男子、善女人，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回头想想，哎，大概就是说我吧，我应该也在其中啊。啊，十善业道做到了吗？你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吗？啊，十善业道做不到。啊，感应篇因果不同。你没有受过教育啊，有儒跟道的基础，那十善业道的时候，只要一接触就明了，就能落实。所以在佛法，无论出家在家，啊，认真学习，没有不成就的道理。啊，现在这个东西疏忽了，没有了，没有了怎么样？人会做事，不会做人了。啊，办事的一些方法学到了，做人的规矩没学到。啊，人不会做人。啊，这社会就动乱了嘛。啊，现在要想社会安定，要想社会和谐，除了把老祖宗的东西找回来，没有更好的办法。啊，所以我们还是提倡《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啊，出家的加上《沙弥律仪》。啊，现在教这些课程的人，我们想想这里头有没有从极乐世界回来的人？哎，我想肯定有。啊，这些化身菩萨来到这个世间来实现什么？实现当小学教员，这真的不是假的啊！这是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呢、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啊，肯定是的，曾生极乐，披红施铠，游化设法，诸佛弘化。啊，我们不能轻视啊，要尊重，要礼敬啊。如是辗转教化，辗转度脱啊，这个就是法轮常转呐、我们认真努力去教别人，他学会了，他又去教别人。啊，特别是在现前这个时代，一个示范的点比什么都重要。啊，没有这个点，我们虽然教，花的时间再多，花的精神再多，效果不彰。为什么他没有看见啊？所以一定啊要有个实验点啊，在这个小点里面啊，小范围里头，一个小区，一个小镇，把它做出来啊，百分之百的落实，有这么一个点啊，我相信
我们大家真正发心，三宝加持啊，这个愿望呢会落实，会出现。啊，在外面教，啊，你信不信啊？你到某个地方去看，你去参观。啊，他来看到之后，他的怀疑就没有了，他也会真的干了。啊，能不能产生效果，这个点太重要了。啊，现在有很多人在佛门里修佛啊，啊，建大的寺庙，有没有好处呢？从前李老师在世，常常跟我们说：“有庙无道，不能兴教。”啊，他老人家一生不重视道场，啊，所以道场很简陋，重视培养人才啊。啊，我们今天不仅要重视培养人才啊，要重视这个示范的小区啊。啊，在台湾三重有一条街道，有两位老师在那里辛苦经营了13年，很有成绩，现在被政府肯定的。啊，真正有心人，真正是西方极乐世界回来的菩萨，替阿弥陀佛做的好事，真正救苦救难，啊，救助这一切众生，做示范点呐，这是菩萨事业，神圣的事业。啊，世间什么样的事业都不能跟他相比。啊，我们过去在庐江汤池做了3年，现在搬到此地了。啊，庐江3年是全民教育，做成功了，搬到这边来，我重点培养老师，啊，作为训练师资的基地，啊，将来有这么一个缘分，啊，哪个小镇、小区想做，那么有老师去教啊，啊，没有老师去教，搞不成功啊。啊，所以我们念到这一段，想到那些好老师啊，真正做出了牺牲奉献，原来是极乐世界再来，过去到过极乐世界，现在帮助佛教化众生，辗转教化，辗转度脱啊。是故经中无量无边一切菩萨皆尊普贤大士之德啊，是不是从极乐世界回来的？你从这句话当中啊，就得到消息了。啊，哪一句话呢？戒尊普贤大师之德，他如果是西方极乐世界来的，他肯定有这个习气。
啊，不必要人教啊，他自己就显示出啊。礼敬诸佛，啊，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除业障，他就会显示出来。啊，自自然然做出来给你看。这是真的，这就不是假的了。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上两句，初赞住大士之事的啊，这两句话啊，普遍的这些大菩萨们。他们真实的功德啊，具足无量行愿。无量行愿就是十大愿王的引申呢，扩充啊。啊，就像诸大菩萨把十善业道扩充成八万四千细心啊，菩萨八万四千细心归纳起来就是十善业这十条，这个地方也是普贤这个十条，一扩充啊，无量无边的心愿。啊，无量者，其多其大，无法称量啊，名曰无量。是《大乘论》是里面说，啊，是是解释，不可以批论，得之为无量。没有办法用比喻来比类得之，这称之为无量啊！啊，这对这两个字的解释：行六度四摄等大行，啊，菩萨表现给我们看的肯定就是这些做给我们看，啊，我们凡夫的心行跟这个是相反的，菩萨喜欢布施，啊，凡夫喜欢收藏，啊，收藏这个东西带不去的，菩萨带不去的都不是。啊，凡夫喜欢作恶，菩萨喜欢持戒，布施度艰贪呐，持戒度恶业。啊，忍辱度嗔恚，精进度懈怠，禅定度散乱，智慧度愚痴啊！啊，菩萨用这六条自度度他啊，四摄法。是戒淫众生的手段，
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呢，是菩萨的公共关系法。啊，菩萨怎么样接引众生呢？他有四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布施，啊，这个布施跟六度布施讲法不一样。啊，这个布施是什么呢？多请客，多送礼。我们世间人常讲礼多人不怪嘛。啊，菩萨真的用这种方法，啊，多是多送礼，多请客了，这感情就建立了。啊，这个关系建立之后就好说话了。所以爱语，爱语是真正关心他的好话了。良药苦口啊，啊，跟他能谈真心话了，啊，利行，菩萨所作所为，对众生决定是有利益的。啊，最后一个同事。非常了不起，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菩萨有智慧，菩萨有神通，纵然你有恶行，他也可以随顺，在随顺当中把你改正过来，让你觉悟，让你回头是岸。在还原观上，贤首过师给我们讲了四德，那是信德，那是菩萨德行的大根大本啊，就像阿弥陀佛的本愿一样，普贤菩萨的本愿啊，那是大根大本啊。第一个那个随缘妙用啊，第二个威仪有责，威仪有责要做出好样子给人看啊，不能做坏榜样，要做好榜样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做出好样子啊，这个样子与信德相应啊，在中国肯定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相应，好样子啊！啊，如何制止？这是我们接触大众的仪态、仪表，一团欢喜啊！啊！心地真诚啊，啊，外表是一团欢喜，待众生苦啊，有待众生苦这一个大愿，我们就能表演得很好，就能做得很好啊，真正帮助许许多多众生回头是岸。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